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16日，今天大兴岭呼村的最低温度是-44度，这是我上班的路上，路上行人特别少，而且能见度特别的低，看看这个温度能出来上班，这都是真的很不容易的，这是，看看卖豆腐的车，看看多不容易。3、2、1，等会儿啊，动了。我操！全动了。这是外边的天气，这是里边的天气。漠河的中午，-38度，有多冷？咱们看看这车的尾气，哎，就这么些。象征汽机吗？看看啊，这是水里掺了油，它这个水淌的。开放了哦，开放了。开放了，开放了啊！嗯，你看这枪去，哇哇干了。哎呀，坐着别坐着，那帽子，老没有得不着这样。来家了。现在漠河的温度，让大家看看，打开窗户的样子。关上，关上，关上！我们在哈尔滨买的沐浴露。不知道以为我买的旺旺碎冰冰，他冻住了，跟我的行李箱一起放在车顶上，冻住了，好惨的沐浴露，还有我们两个的 U 型枕，U 型枕冻得好搞笑，冻得邦着，捏都捏不动这 U 型枕这两个。他们家里人，北方人家里面，到处是冰。你看，我开一下门。哇，这里都是冰的，看到没？嗯，我也开一下门的。嗯，不怕死的要看门的的，不怕死的要看门的。我不敢看的，主要是哇靠，哇！哈哈哈哈哈！-40度是什么样的体验？这是一颗新鲜的香菜，我们拿到室外溜溜它，转一转，抖一抖，30秒。让我们看一下效果，叶子已经嘎嘣脆了。是降温呐，这么明显给阎王爷冲业绩吗？来漠河旅游啥事没有？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啥事没有。对，又刹不住了。他拽不过去，这不拽过去。他拽不过去。目前外面是-31度，金玉大冰箱，好凉快呀！春暖花开。哎呦，那边贵阳是冰根。好，出发！漠河现在在嫩江了，还有600多公里就到漠河了。看，现在漠河的温度，让大家看看打开窗户的样子。我操！这俩真牛逼，真冷。真不嫌冷啊，美丽动人呐、啊！有两步给你瞧瞧，-40度是什么概念？今天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子啊！我今天这会儿戴橡胶手套，这是我在牛仔裤，
给它浸湿了，这还是热水呢，哎呦我的妈呀！